毛泽东在一个条河那个，他就在这里，在那条河下面去站着拍过照。嗯，我去过那边黄河呗，毛主席视察黄河的时候，对对，黄河嘛。哎，我感觉毛主席是四爷的偶像，是不是？是，很崇拜他。很崇拜他，没有他，哎呦，我现在我家里毛主席的这个大的照片，大的照片在我客厅那边。哇。那有好多人在走，看到没有？他们那个上面的都是外星人。外星人，上面也跟我们招手了。记得每周一中午12点收看宝贝的新朋友。喂，长江大桥，我来看你了。东方太阳升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故而没有他是人民的救星。